诗篇第116篇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在耶和华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。你已经解开了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第117篇。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第118篇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。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，必剿灭他们。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，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，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，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，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
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箴言第二十四章。你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，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，他们的口谈论奸恶。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，谋士众多，人便得胜。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，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，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，亵慢者为人所憎恶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你若说，这是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我儿，你要吃蜜，因为是好的，吃蜂房下滴的蜜，便觉甘甜。你心得了智慧，也必觉得如此。你若找着，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你这恶人，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，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。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，恶人却被祸患倾倒。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，你心不要快乐，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，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。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，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憎恶。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，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。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，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，在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建造房屋。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嘴欺骗人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遮盖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我看着就领了训诲。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
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